了轻摇，缄默的我微妙的心跳，无声的刀片正中了，身后还是蜃楼不停灼烧，指尖的戒指指的依靠，心中的人亘古的煎熬，都忘不了忘不了，这过往纠缠围绕，无愧无悔无怨无畏，颠倒的黑白又跌倒几回，不知归途不知后退，将梦想云岚宗覆灭后，萧炎通过药老留下的火印确认被雾护法抓走的老师还活着，为救父亲和老师，也为保护萧家族人，萧炎在大哥和海老的建议下，决定组建能与魂殿抗衡的势力。云韵即将离开加玛帝国，他让纳兰嫣然请来萧炎再见最后一面，从魔兽山脉的初相见，再到回归各自的生活，他们都明白，曾经的耀炎和云芝永远留在了过去。虽然能感知到斗皇级别的那一层壁障，但要突破还需要一个奇迹。魂殿随便一个护法便有着斗宗级别的实力，想要救出父亲和老师，我的实力就必须要达到斗皇巅峰乃至斗宗方有可能，不然就是自投罗网。薰儿走之前也说过，未达到斗宗之前不能寻的，想必他那种族实力也不会逊色于魂殿。你在具备保护好古玉的能力之前，千万不要来找薰儿。薰儿一直相信你会站在大陆的巅峰，到时没落的萧家会因为你而再次屹立大陆。这些年我付出了常人难及的努力，一步步重拾自己和萧家的荣誉，万事开头难，既然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，那后面的阻碍绝不会让我有丝毫的退缩和畏惧。父亲，老师，薰儿，等着吧，我萧炎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是我。阿哥，你培养的属下真是不错，虽然血腥气过重了些，但战力非凡，有他们守护萧府，寻常强者怕是难以潜入。你小子要再不回来，我们可就要请海老上云岚山找你了。有事耽搁了下。嗯，这是清明寿丹，此丹药可暂时帮你免除失圣丹的侵扰，但也只是权宜之策。要想彻底摆脱失圣丹的副作用，就必须在十年之内突破到斗皇级别。定不负三弟所望。嗯，大哥，明日便邀请法马会长和几大家族族长来萧府吧。好。
你伤势痊愈了，太好了，那明日便看三弟你的了。 没想到家老也会大驾光临，小子实在有失远迎。这等大事怎能少了我皇室？老夫可也是想亲眼见识一番萧炎小兄弟的手段呢。既然诸位都已经到齐，那我们便开始谈正事吧。如今云岚宗已彻底解散，虽说是除了一个大患，可也因此削弱了帝国的实力，导致加玛帝国。 在西北地域的地位严重下降，身为加玛帝国之人，想必并不乐意看到这种局面吧。诸位也知道了我萧炎的一些打算，帝国内拥有强大的势力，也会使得所在国地位提升。如今云岚宗解散，那么我萧炎要建立一个比之更为强大的势力。今日将诸位找来，便是希望你们也能够加入这个联盟之中，共谋前程。 萧炎小兄弟的意思，想将我们几大家族整合起来，形成一个单一势力。嗯，那和云岚宗没有太大的区别啊。难道萧炎小兄弟也想称霸帝国？<笑>这话还是我来说吧。三弟的意思是想邀请大家加入，形成一个联盟，而这个联盟保护着所有的成员。说句不客气的话，诸位在帝国内确实有几分威信。 可在西北地域，所谓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三帝的提议并非他一人得利。联盟成立后，你们三大家族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。联盟会将功法、斗技提供给各个家族，用来培养强者，为联盟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。嗯。而身为联盟成员，能得到最为完善的训练和培养。 今后所获得的成就，自然是不可预估。嗯，不错。若是如此，倒是我们占了一个大便宜。只是不知道，要加入联盟需要付出什么代价？代价便是，凡加入联盟者，日后则不能以家族自居，必须将联盟视为家族，维护其一切利益。啊，这。 诸位放心，联盟并不是一家独尊，我等会成立长老院，这才是联盟的最高决策机关。作为创建人的诸位，都将在长老院中占有一席之地，日后便绝技不会再有这般容易。我米特尔家族没有意见，这长老院的第一位长老，便由老夫来当吧。哼，这海老头早已萧家穿了一条裤子。 装什么装？就是。既然海老都同意了，那我穆家也没有意见了。我纳兰家也同意加入联盟，只希望萧炎小兄弟日后能善待我等。加入联盟便是盟友，之后谁敢动穆家和纳兰家丝毫，得先要看我萧炎是否答应。 多谢萧炎先生关照。法马会长，不知您有何意见？哎，萧炎小友，你也知道，炼药师工会与家族不同，工会对炼药师没有严苛的限制，他们大多是自由身，工会亦无法代表他们的选择。哎，不是老夫不愿意，实属不好做啊。 若是联盟能在十年之内为工会培养出至少10名五品炼药师，以及助法马会长成为六品炼药师呢？啊！<笑>我萧炎接触炼药不过7年时间，便已至六品之间。单凭这点，想必法马会长便不会认为我是在信口雌黄吧？7年便已至六品，这种速度实在是太可怕了。
或许他所言非虚，毕竟他的老师是那位前辈。好，若萧炎小友真能让我炼药师工会十年中拥有十名五品炼药师，那老夫承诺尽全力将工会纳入联盟之中。炼药师不管在哪里，都是斗气大陆上最为重要与稀少的职业。炼药师工会能够加入，这联盟的潜力将会无可估量。萧炎小友，不知皇室能否加入这联盟之中，也让我皇族十年内实力大增。家老有这个念头，萧炎自然是欢迎之至。只要皇室加入联盟，萧炎必竭尽所能。此后，联盟与皇室祸福相依。既然这联盟已成，不知可有取名？联盟之名，唯有二字，我们可称之为炎盟。好名字！来，我等敬萧盟主。敬萧盟主。长老院可决策盟主意志，放权过大，只怕日后会是个麻烦。这些人可都是些老狐狸，有大哥在，这不会是什么问题。你小子是在夸我还是在骂我？哟，萧盟主，这称呼可真唬人啊！一直都没机会对诸位说声感谢。不必客气，我们本就是想来历练一下，此次也只帮忙拦截了长老，碰上真正的强者，倒是一点忙都没帮上。别妄自菲薄。你们可还年轻，等到了云岚宗长老那般年纪，恐怕早就到了斗宗级别。这倒是大有可能，虽没能参加真正的大战，但我们也有了不小的收获。这几天我们三人先后提升了至少一星的实力。哦，这么说服下斗灵丹后，你们三人还能再提升一星？斗灵丹，就当是我对你们此次相助的酬谢吧。那我们就笑纳了。多谢萧炎兄，谢谢。半月之内，三枚黄级丹便会送达三位手中。萧盟主哪里话，您的信誉我们自然是信得过。之后我二哥回黑角域掌管萧门之事，还望三位多多关照。这是自然，我等定会鼎力相助。萧炎兄，我等离开黑角域也有几个月时间了，不好久留，这便与你告辞了。你多多保重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你给我的药丸早就没了，什么时候给我炼制啊？早给你备好了，这小馋虫。这还差不多。多谢了。以如今你的实力，大可以强行命他们加入，何必要如此麻烦？若是强逼他们加入炎盟，那也不过是一盘散沙。倒是别说对抗其他来犯的势力，光是内斗就会耗尽联盟的气数。再过一两个月，我们的一年约定便是要到了。难道你不知道，一旦我服下复魂丹，你绝对是第一个死在我手上的人？还是你以为凭你现在能与我抗衡了？我自是知道，但约定尚在，我自然不会毁约。并且你一直在寻找药材，如此期待之情，难道我还不能理？那些药材全被紫妍吃了，你若真着急炼制丹药赶来送死，不必大费周章，直接与我说，我送你一掌便是。没有全吃光，还剩下。不要以为本王心意有所改变，只是想让你多活一段时间而已。好。我好像快要进阶了。果然如此。刚好我也有要突破的预兆，需要寻个安静的地方闭关晋级。既然你也要进阶了，那我们便一起吧。大哥二哥，我先去做些准备。你提升实力自然是最重要的，炎盟中的事情交给我就行。你要带紫妍去何处闭关？魔兽山脉。紫妍晋级需要庞大的能量，魔
魔兽山脉倒是合适，不过他跟着你去我不放心，我要一起去。不用吧，这是去闭关晋级又不是游玩。没什么，走吧。看看这个呢。我第一次历练便是在这里。嗯，一座小镇有什么好历练的？这青山小镇可是来往魔兽山脉的唯一途径，此地鱼龙混杂。哇，这是谁呀？好漂亮啊！算了吧。想跑？今日你血战佣兵团，一个都逃不掉。我等已让出了青山镇大部分地盘。你们又何必要赶尽杀绝？这未免也太嚣张了吧！嚣张了又怎样？老大说了，血战佣兵团一个不留。不过灵儿小姐倒是例外，我们老大可是指定了今晚就要。哎呦，他们怎么会招惹到蛇巢佣兵团啊？这可完蛋了。是啊，蛇巢佣兵团背后可是站着拥有斗王强者的贺家，这血战佣兵团怕是要灭团了呀。不能停啊！驾！灵儿小姐，乖乖跟我回去吧。等你把老大伺候好了，说不定我也会享受一些好处的。灵儿，快逃！进魔兽山脉！卡刚大叔，畜生！叫。你叫破喉咙也没用的，整个青山镇还没人敢管我们。你是什么东西，竟敢插手蛇巢佣兵团办事？好小子，真有种啊！居然敢招惹我们蛇巢佣兵团！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团长是贺家的女婿吗？多谢小兄弟出手相救，不过您还是尽快离开吧。若是他们的强者赶过来，想走就难了。放心吧，卡刚大叔，我要保你们，这整个加玛帝国便无人敢动你。大言不惭，上，给老子砍了他！再敢上前者，死！你究竟干了什么？少爷！再敢仗势欺人，他们就是你的下场。还没想起我是谁吗？你是萧炎大哥，你是萧炎大哥。想得到我的独家福利吗？关注斗破苍穹公众号，还有更多精彩斗破苍穹动画独家爆料，我在这里等你来挑战。将诚意蜕变，就不顾一切，
去到那山